今天是社分生日，我们要唱歌给他听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们想要送社分一些礼物，因为看得到吗？我们要带你出发去旅行，当作你的生日礼物。今天先从台湾出发，阿基第一站去哪里？去小琉球。小琉球很棒哦，很美，很清澈。我们今天要去小琉球，再来我们要去兰屿咯。兰屿非常非常非常美，今天送社分去兰屿。兰屿哦。再来要去对岸咯。黄山，去黄山爬山，很漂亮的黄山。再来我们要出发去欧洲咯，社分去欧洲当作生日礼物。第一站去希腊，哇，超美的。下一站我们要去巴黎，巴黎铁塔，巴黎铁塔亮晶晶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再来我们要去瑞士咯，什么？我们要去瑞士咯。祝你生日快乐。意大利，今天送社分去意大利，喜欢吗？送给你，送给你。日本忘记了。那我们要飞回亚洲咯，去日本洗温泉，吃美食。Happy birthday！ 你累了吗？记得台中永远欢迎你。干杯！干杯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再来，我们要回到温暖的家，社分最用心经营的家，可爱的家，可爱的家，那里有着老爷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哦，幸福久久。久久 Happy birthday。